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。这个我一直都没后悔过，我在演艺界的几十年，从进去，在那些享受，在台上舞台上表演，在电视上表演，在这个电影这个摄影棚里头表演，外景上表演，当然也有很多的老朋友是演员，是工作人员，是什么是什么，几十年了，有的时候想到了或者是做梦，哎，突然梦到了一个老朋友，醒过来就想一想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，我这些老朋友对我真好，而且那个时代里头大家都很温和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大家听过那个魏龙豪说相声吗？听过。魏龙豪说相声，他也是演员，当他做电影演员的时候他就叫魏苏。哦，我们在一起演戏，我们是同一个船来的，几十年了。哦，有的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我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戏怎么样，他就告诉我怎么样，我说那个怎么应该怎么唱应该怎么说，哎，他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唱怎么说。照说他是一个行家，有的时候在古代啊，很多的人藏私，你问我自己专业里的事情我就不想告诉你，但是他就那么热心地告诉你，哎，这个应该怎么上，那个应该怎么说。那我又想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，其中包括了这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不管他是做场务的，哦，不管他是摄影师，不管他是灯光师，是做什么的，哎，大家相处的都很好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老朋友一个个的走了，但是留在我心里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些人所给我的温暖。比方说魏苏他所教给我的那个汤琴，那次在江中我某用手缠了你一把，哎，这么一说的话我马上听了我就懂得了。所以我就觉得过去的事情多想点温暖的，对我们老年生活来说是蛮是温暖的。上帝赐福你。